大家好，我是胡服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百威所推出的 KOSS 102号这个模具，有点说来话长啊。我们的话呢，就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呢，为各位呢从它的基础模具 SS 102号，以及 DNA 推出的 DK 44。 还有今天的百威，我们一起呢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。那我们的话呢，从它的最基础的模具 SS 102号开始说起。这个模具的话呢，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车型太下，各种惨不忍睹。后方整个这里是空的，以及这两片多出来谜样的东西。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油桶啊，整个跑到上面去啊，非常的奇怪。但是呢，它依然是一款非常好玩的模具了啊。那 它在 DNA DK 44的时候呢 ，DK 44呢，把它的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不需要翻到上面去，它这里这个凸直接把它取消，以及 DK 44呢，给它换上了一个金属配色的烟囱。那烟囱的这个东西，烟囱的这个方向是可以转动的，以及呢，它做了一个脚掌的一个替换，它的脚掌呢就不是收到中间去，而是直接可以叠起来放在后面。那 其他的改良的话呢，还有一些，比方说底部有个小零件。当然 ，DK 44呢，主要的话呢是为它添增了这个巨大的手炮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。中间这个部件的话呢，也是 DK 44呢所附带上去的啊。这个东西加上去之后的话呢，当然对车子的尾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固定。它主要就是改良，针对车形态的问题呢，做一个比较有明显的一个改良。 啊，不过这个模具的话呢，缺点比较多啊。据说是，装这个手臂的替换件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的问题。那我个人的话呢，也不是很推荐你去入 DK 44了啊。特别是呢，我在玩过了百威这个版本之后的话呢，我真的会觉得，DK 44你是可以放弃掉的。那 DK 44还有附带的这个武器，但是武器这个东西的话，因为这个斧头啊，在官方的 金刚王 L 级的金刚王，电影系的 L 级金刚王里头呢是有附带的，所以这个就给他了啊。那其他的这个最小的手炮也是归他所有，武器啊通通都给他。那 DK 44的话呢，还有一个诺亚的一个小人啊，他是一个不可动的一个人偶，后面有一个喷射的特效键，我们的话呢也把它给放在上面啊，作为一个标示。而这一次的百威的版本的话呢， 大炮附了两个啊，对啊，它的这个 DK44它大炮也是有两个的啊。它的武器的话呢，可以完美的搭载在两侧，以及它的油箱，这个油箱本来应该在这个位置的啊，在官方的模具的这一带的位置，它把它移到下面来了。然后侧边这一块部件也变成了是一个金属的部件，金属漆的涂装呢增加了非常的多，武器也可以挂在后面。 我们的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我先把它给取下来，让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板子的部分是一块非常巨大的一个零件。它的这两个人形的这个茎部的话呢，是跟原本的 SS 的102是一样，是往上面翻上去的。但是呢，它的这一块部件是可以折进去的，就像这个样子啊。它把这块部件呢给反折进去的，塞到这个地方。 所以对于车子的这个车头的尾部的话呢，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饰的效果了啊。那么呢，它的这个大炮我们也先把它给取下来，让各位看一下它一个完整的车形态啊。可以说这个金属的光泽已经对质感提升的非常的多了。那它的一个 bumper 的话呢，也加上了银漆，涂装会增强呢，可以说是这一些所谓 KO 版的话呢，一个必然有的一个东西啦。上方的话呢 ，DK 44呢只改良了这个地方。 而这个百威之整个连这一片部件全部都给改良过了啊，可以说做了一个非常强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啊。那我们干脆的话呢，就对车子的一个尾部呢做一个对比，这是正版的 SS 102号，中间这个强大的空洞，还有这个油箱在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非常之奇怪的。然后 DNA 的版本的话呢，则是将 尾部修改成这样，那毫无疑问啦，我想百威这个的话呢，虽然是借用了一块的盖板盖上去了啊，但是它对整个效果提升了非常的多。中间那个空洞呢，整个不见了。脚掌的话呢，反正你一样是塞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上面有个盖板盖下去之后的话呢，这个部分的话，等于也就整个被修改掉了啦啊。那整体来说，各方面来说，你如果推开版权这个东西 不谈的话，这个百威的版本呢，可以说是完胜的了啊。那以及呢，我们的 DK44 呢，不是刚刚有提到说它附带了一个诺亚的小人吗？这个诺亚的小人呢，我们的这一款百威的版本呢，一样有附送一个，但是你要自己组装，不过难度不是很高。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是可以动的。头部的话呢，有一个替换键，头360度的转动，前后左右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。但是它不是球杆啊。那如果你要把它头对焦，对的不太准。它这个对焦的话，哦，我先提一下，我这个手机啊。前几天有摔坏的关系，它现在对焦有点不太准啊，这几天会去修复啊。如果不行的话呢，我就换新手机啦啊。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啊？不要 Apple 啊，不要 Apple。我相信我3、4年前好像是请大家推荐我手机啊。那它这个头呢是可以替换的，它的替换的话呢是把这个头直接拔掉，拔掉之后的话呢，换上了这个头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。头就是抬起来了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要致敬到这个头抬起来的一个造型。手炮也可以替换的啊，这个手部的话直接拔下来就可以做一个替换。那替换的话呢，你可以换成的手型的话呢，一共有3种，除了刚才的手炮之外，还有一个是有这个尖刃的，有一个尖刺武器，还有就正常拳头。那它的可动度的话呢，手臂360度的转动是没有问题的，手肘也可以前后动。那脚的话呢，前踢、后踢、侧踢一点点，膝盖可以弯大于90度啊，这个你稍微用力，不要太用力啊，它会整个爆开。那脚踝也是有一个球杆，也是有接地性的。所以说吧啊，在我各方面来说，百威这一款可以说是非常有诚意的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，这一款百威推出的 KO 版102号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这片部件呢，把它给取下来，然后呢，这里胸口这里，不对，车尾这个地方给打开。它原本正版这个地方是有个结合卡扣的，但是在这个版本的话就直接没有了。这里两侧呢，把它给稍微推开，推开之后的话，两侧的话呢，这里要做一个简单的分开。分开之后啊，我们先把这个脚掌给翻出来，翻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面啊。这个变形的话呢，跟基础模具呢几乎是一样。这里按回去，这里有个盖板，把它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先推回来，到这个地方盖下去啊。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在这里啊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。这变形还是比较流畅啊，这一片部件。DNA 的话，这个翻折这个部件就直接没有了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翻过来，这里最后面这个地方卡进去。两条腿的话呢，就完成了啊，非常漂亮的一个腿型。啊，两个油桶盖进去，这个应该是打成一个垂直吧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变形它的一个车头了啊。车头的话呢，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掰开来，这里掰开，然后呢，这里往上翻上去。手臂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它从内部给翻出来了啊。手臂从这里把它给整个给挑出来。挑出来之后，它的手其实有一点反折，不过无所谓。我们先把它整个连同这个部件往上面提上来，然后呢，好吧，先把这个打开，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胸转啊，很帅气的一个胸转。再来的话，我们把这个轮胎从这里往内折进去。这个塑胶比较硬啊，变起来的手感跟官方的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不妨碍它的变形还是很流畅的，毕竟这个设计的这个功力的。还是摆在那里的，这个头这个部件往后面这里推到底，卡的一声，胸口这个部件往下面放下来，哎，它跟正版模具不一样，它多了一个领导模块的一个刻画，啊，结果 KO 的有领导模块啊，正版的没有啊。来，把胳膊的话呢给转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啊，把这个部件给打开，它这个拳头翻出来的话呢比较紧了啊，比较紧啊，如果说你真的推不动的话呢，我是建议。我们可以使用道具啦啊，因为我这个抠的话，我也觉得还是比较紧。好，用个工具把它给弄出来，这个部件就扣回去，这里折进来，反推进来就行了。好，到这边，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反折下来，拳头可以转正。拳头的话呢，有时候啊，它这个有时候滑出来，毕竟它是一个卡进去的。那背后的这个背角就这样扣上去就行了。好了，然后呢啊，这个地方漏掉了啊。它的原本在车头背后这个部件，把它给翻上去，然后呢再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身形。我们来看看它的机器人形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要从它的武器配备呢先来说起。首先呢，它佩戴的双刀一共有2副，这个图中我真的觉得是可以了啊，它有点香槟银，还有铁灰色，旁边还有这个能量刃的这种感觉。这个武器的话呢，你可以像这里有一个凸，你可以把它扣在侧边这里，拳头不收起来也是一样可以扣上去。你也可以呢，把它像一般的武器一样做一个握持啊，这个拳头握这个刀，感觉是挺好看的。 那各位也有看到了，它附带了一把大枪，这个大枪呢是官方的模具呢，跟 DNA 都没有附带的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加分点了啊！我相信还是很多人会喜欢呢，看到 OP 拿这种步枪啊，毕竟可以做出一个信仰之跃，然后一个跳射的一个画面，还是蛮必要的。那么其他的武器的话呢，这个是一把斧头，这个斧头呢我要提一下，它这个斧头呢扣进去的话呢比较紧。 斧头的比例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差不多吧啊，这个它毕竟拿的本来拿就不是巨斧，那我要对比一下斧头的这个东西，它的斧头呢虽然有点紧，但还是可以直接扣进去的啊。如果你对比一下呢，这个是我们对比一下，这是官方所附带的斧头，这是从金刚王那一盒里面拿出来的。 官方的斧头的话呢，做的握柄比较长，造型也有点不一样。但这两个的好处就是都可以直接的握进拳头里头。但是呢 ，DNA 所附带的斧头的话呢，却不是。它的斧头的话呢，在放到手里的时候呢，需要把下面这个先拔掉，啊，才能够扣上去。固然它可以确保说斧头不会从手上滑落了啊，但是真的觉得有点多此一举。而且就造型来说，它的斧刃。 似乎是里头最小的一个，尽管它有做出一个类似于是渐层的一个效果，好像有一点点，热熔斧头的感觉，但确实来讲，就斧头来说 ，DNA 的斧头是最不怎么样的了啊。那么呢，原本的一个模具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有这么样一个插孔，这一次的这个百威的话，居然把这个这个可以观测地球的这个特效键呢，居然把它给附上了啊。这个的话呢，倒是一个很大的加分啊。 非常的有趣，非常的有趣。那其他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大型的手炮了。大型的手炮的话呢，我们给各位做个展示好了啊。这个大型手炮的话就非常简单啊，直接把这个地方推开，这个地方推开好像都会蹦开啊。拳头呢把它给收进去，把它给盖起来。那放进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凸跟凹，所以我们要对它的凸跟凹。 那就把它给收进。那我们也做一下他们三个版本的一个对比。首先啊，中间的是我们今天的百威的版本，它身上的金属涂装的话，主要体现在大腿整块变成了银漆，腹部的话呢，整个部件呢也都全部变成了这个铁灰色。原本的模具的话，中间腹部这一带呢还是塑胶灰，头雕的话呢，整个的话是做了一个新的，跟原本的头雕的话是明显的不是同一个模具。 肩膀上的博派的标志当然就必须省略了。那附带的武器来讲的话呢，我们稍微也对比一下好了啊。这个武器是 DNA 的版本，而我手上的这一个则是这是百威的版本。百威的刀呢做得更加的巨大，而我要提，因为他们模具的话呢全都是没有放大的，所以说这一次的百威的版本，它身上的武器啊也是给这个官方正版模具来做一个使用的。还有我们来对比一下手炮的部分。 这个是百威的手炮，而这个则是 DNA 所附带的手炮。可以看到它的模具其实并没有一样，然后造型也些许的就会有不一样。然后金属涂装的部分来说，我自己觉得吧，百威的涂装好像是更好一点，不管是红色的部分。 还是这个金属的一个炮身的部分啊，都是明显胜出的。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啊，几乎在各方面来说，百威的版本呢可以一次满足我们绝大部分的需求，在人物的涂装、造型上面、配件上面的话呢，尽可能的做到一个满足了啊。那价位呢，说实在话也是挺低的，以及呢它还有附带一个这个部件的话呢是飞翼的配件包了啊。 他们的话呢，自己也是有推出飞翼的，你可以把它扣在后面，就可以挂他们那个飞翼了。而这个部件的话呢，也可以让正版的模具呢来做一个使用。所以通体来说，这次的百威版本可以说是诚意十足了啊。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，各位就自己参考看看吧。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